哎呀，我是艾莉老师。今天我们来画海马。首先，我们画出它的大眼睛，然后再画出它的嘴巴、鼻子、嘴巴。注意，海马的结构有点复杂，我们慢慢来。然后，首先这个弧度一定要画像，就像一个 S 型一样，画一个 S 出来，画两个 S。然后，这是它的尾巴。然后这边最后再接过来一个弧度，然后它的这个身体就画好了，然后再画它的腹部，还有它的鳍。腹部呢也像一个 S 一样，绕圈圈绕过来，然后再画它的背鳍，它的背部，先画几个小小木桩一样的东西。在它的背上，然后再连接，然后它这个线稿就画完了。我们先把草稿擦掉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来上色。首先拿出粉色，在它肚子上涂上粉色，还有腮红，在肚子上涂上粉色。然后呢，在他身上涂上黄色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背鳍上涂上红色，在一根根柱子上面、骨干上面涂上红色。然后我们把眼睛也涂一下黑色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背鳍上涂上蓝色。好，然后涂完之后，我们的海马就完成了。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